Hello， 大家好，命运之轮，角色试玩。法师玩过了，狂战士也玩过了。好。我们就用牧师吧，第三只角色。角色是有点过少了，只有三只而已。来吧。先看一下一开始，待会要跳转画面哦。是可以放大的、啊。哦，这技师感觉就很硬了。好了，现在来到了一个完美的坐骑。这一次是坦克啦，他的那个，他那个技能是把怪物拉过来耶。这次拉不过来了吧？来，变身了。好了，三个账号其实同一只机甲是没错的。好正哦！不要动！哇！好吧，我们到下一幕去。现在开了三个技能呢、啊。也不是把他拉过来了，只是把他击晕而已。看错了。还差一个技能。哎，有翅膀了。好笨的一条怪。四个技能也全开了。手冲，嗯，宠物都是一样的，红武不一样。未来はあなたにある。拿到一个神兵，那都是叠战力的、啊。好啦，再看一次机甲，我们就可以杀青喽。这些都把它弄掉，激活啦。那由于只是角色的职业角色演示啊，就没有去多做其他介绍。如果你要看其他介绍，就可以看我其他的影片喽。变身。哦，大概十几秒而已。然后一分四十秒，就是冷却时间。
机甲有很多款啊，但是好看的都得烧钱吧，那好看的应该都是要烧钱的。好了，本次的职业演示就到这里咯，大家拜拜。Let's go.